我们两个怎么都？哎、欸，我上得来，我上得来吗？我上上上。哎、欸，我还在。哎、欸，上来了。哦。哎、欸，你怎么不走？没有吗？哦，我、哦、没先、哦，你没出去、欸。你先，好冲啊！两根之间是短的。对对对。先走，你先，好。冲跳！哦，来了。屁嘞！你泡温泉嘞？哎、欸，泡温泉嘞？这里有温泉嘞，棒啊！好想泡、哦，但是我还在这里。哇、哦，前面没有，高高，我泡脚啊！好像不错、欸，是不是有灵魂啊？我觉得我没办法。熊猫团团，你刚刚我还在跑，原来那个不敢跳下去就会跑成哦。对啊，所以我们在那边等呢。我想说它是真的是温泉可以泡进去的。我卡住了。我这好没事了，已经有人跳下去了，对，跳下去了，好吧。哦，这镜头好帅啊！哦，我卡在，哎，卡在缝里面，然后卡在缝里的，是这边吗？哦，这前面没事哦。啊，我看到了，对啊，杰克那个，一人站一个五芒星召唤，这里面有四个，对，他只有四个呢。哦，中间那个是召唤的，会动哎。哦，会飘哎、欸！哇，来啊！等我，那下，哎呦，哎呦，不要抓啦！飞魔，阿达、欸，不是，他一直动，我刹不去，哎呦，啊，不要抓！我卡住了，哎、欸，怎么突然停下来了？你怎么这样？你在干嘛？你把小雨夹了！哎、欸，小雨你好猛哦、喔！继续！你不要一个人，你过来了！我看到你了！小雨都卡在那个位置啊！哎呀！哎、欸，小雨你撑住！我快抓到上面了！你快停住了耶！把整个石板拖烂了！哦，有了！谢谢小雨！哎、欸，我拿到东西了，拿到东西了！拿到什么？宝石？有什么？很像电池的东西。哦小雨，你可以放手了，可以放手了。我把你拖出来，把你拖出来。重点是他下不来。哦，下来，我下来。我要救小雨。哎，每个地方都有跑酷哎。第二关了，我就第二关。好。啊，这里是啥？那麒麟外哦，他就在这里。这是吹上去上面吗？哦，那个石头竟然会往下。哦，这可以拉哎。哦，那个时候哦，这我知道是什么哦，这好好玩哦，哎、欸，它的音效，哦、那个声石头动声音好好听哦，嗯，咚，你要去中间吧？我、yeah. 哦、拿到，我这边拿到了，这边拿到了，好快哦，拿到哦，我去找团团这里。这边是接水管吧，小雨下去了，放手吧。怎么到了？我要去送什么接水管、啊？就是要把那个蓝蓝的、啊，每一条蓝蓝的都汇集到中心。哦，在哪里啊？在哪边？从这边开始。对，这啥？这个吐上去感觉母汤。哦，我懂。你知道怎么推啊？我其实在乱推，我其实就是那个、啊、拉的拉杆。他们在那边。哎、欸，他们在那边，杰克这样推，对对对对，这边就停啊，这没放好，还被定住、哦、啊，这也太简单了吧？哎、欸，不要拉到那个，不要拉到那个，不要那个，会跑掉。哦，动了动了，刚才亮了一下，有了吗？哎、欸、哎、欸，有了，推一下，哎、欸、有了，要一直给他能量才会下来。哦，有了，啊没了，啊没了，有人推他，歪了，动到了。哦，好难抢，他那个会。有了。因为你角色稍微晃一下就会。对。这关也过了，好酷哦。耶、yeah! 啊！打转线口号。啊！被哈基拿走了。耶、yeah! ！好想放歪他哦。哎、欸，那还有一关在哪？红红的啊。这个吧，要荡。好像中间会上去。中间你不要动，哇！哎、欸，哇！小雨定在空中啊！小雨是好酷哦。对啊。不应该是杰克与魔豆吗？怎么是你先上去？对啊。所以小魔豆是那个吗？原来你不是杰克，时间性好吧？魔豆。太多人了啦！那我要上去。
我要抓到小雨了，先往左边走。哎呦！是那一根吗？对对对对，啊对了，呀！啊！我摸到了。哎，不过杰克已摸杰克哎、欸。对啊，哦。摸到。那我要荡去哪？我也不知道，旁边那个平台吧。啊！放开我的手！掉下去了。我荡去。我小雨。放下他吧。狮子舞，你要选择放下。哎，需要更长，有要抓吗？走了，走了，走了。小雨，请放手，感谢。他是要去哪？那边有看到石板。哦。哎，小雨，哎，小雨，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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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掉下来！哇，掉下来！我不知道怎么晃哎、欸。哎呦呦，下来。没关系、啊，要荡荡一圈了。要荡一圈，先荡一圈。这些口那个荡的很好，全部已经爬上来。我要抓着这个，我要抓着，我要抓着，我抓着，我要抓着。你抓屁股，我的屁股，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荡起来，赶快荡！我要过去，好难啊！好了，我放手，我放手，我放手了。来不及。有吗？摸到啊？你们还在这棵长大的树这里？这也太多人了啦！哎呦，掉下去！你们在干嘛？你们全部都掉下来！你上来就知道了，摸不到。你大妈，你上来你就知道了，不要笑。有，挤一次这个车就有有，我挤，很像日本的电车，你知道吗？啊，滑下去了！看看神都抖，操！我要等车人少一点。没有啦，你。没有没有，巅峰时段每一班车都是满的，因为每一班都有挤不上车的人。我要等到离峰时段再上去。那感觉变大。下一班可以。下一班怎么人又被拖了啦？不是有上去吗？没有，因为我们掉下来。没有下错站了。你看，你看，又有人来了。看每一班都是尖峰。哎呦，每一班都超多人的。我这班人太多了吧？这是尖峰时段啊！哦 no！ 救命！小雨，不要说了。杰克。老婆，我错过了。下一班了，下一班了。好，下一班，我下一班了。我来了，我大头班了。怎么都是同一批人啦？怎么回事啊？我们的没有了。往哪窜？哪窜？那一窜蛮多人的。阿基有没有直接碰到？至少没那么多人。哎，离峰了，离峰了，我可以上去，我可以上去了。怎么摔啊？有没有是一起按的啊？我觉得他在 S 型在跑。他说停，哎、欸，完了完了，那个大妈，喂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干嘛？他自己放手好吗？哎呦，掉下来！那个球的位置是在哪里啊？这边吗？那个是好滑，好滑哦！狗狗狗狗，我有机会，我有机会，我有机会，有机会！哎嗨，哎，怎么会这样子？只有八个人一起上去，我荡不太起来，这转太长了啦！完了完了完了，阿基！阿基，很难接啊，考基！我的腰！哇，那断了，我操！跳到！大麻嗨嗨！哎，摸不到这里。哎呦喂呀！哎呦！啊！抓到了！抓到了！抓到！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怎么抓到你？完了，我好被坏蛋，我被太空抓走了。没剩钱。哎，太小了，骨头啦！等一下，狗狗对不起，狗狗对不起，狗狗对不起。
啊！谁打腮帮的？哇！啊！跑走了！啊！等一下，这个树真的很烦哦！哦，欸、超远，这个、很难踩哎、欸！太斜，你走开，你走头。我要打下一班的啦！结果我们卡这么久，居然是这里，这很远啊，很难荡。嗯，他发现我是抓错东西啊！你抓到大妈企鹅了，走开！新品种哎！有了有了有了，他嘴巴会不同颜色。等一下！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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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有就大妈企鹅上，我的手折到。那大妈企鹅通常有什么特征啊？特征哦，会一下插腿，他手折到，手折到，很爱插腿，对，他就很爱插。然后很爱挤人。哎呦，又折到了！那一串是不是越来越大串了？又变大串了。对，这么大串晃得动吗？晃不，不是啦。哎、欸，喵，你们在拿什么手？看看，看看，抓篮球。去吧，放开！哎、欸，有了，抓到了！有！没有，还没有，还没。完了啦！完了啦！完了！啊，中立加速度，中立加速度。为什么都是抓我，不是抓大妈、啊？哦，我改抓大妈吧。我他竟然拿到了，他竟然拿到了，又是他，又是他，是。我要先确定能够下去。丢下来，丢下来，丢下来，丢下去、啊。跟他抢，跟他抢，快点！不要抓我啦，大妈！发挥大妈企鹅的本事啊！来啊！我丢下去了，我丢下去了！你有本事你丢啊！你丢啊！放开！你丢啊！你丢啊！你有种丢下去啊！你有种丢下去啊！我们还有3分钟可以，我去丢下去。我抓住了，我抓住了。看我的！橄榄球有没有？我是抢那个，不是抢篮球。我抓住地板了，我抓住地板了。我抓住四哥的。我的，我的手打结了。试问现在的力量总力是哪一个方向？完全算不出来。现在是杰克在控制大妈没有动，自己放手就会开始动。他抓住输。好，大妈放弃，大妈累了，大妈累了。3、2、1。大妈累了，不要抓我了，大妈累了。哎呦，啊！走啊！前面吧，这里啦，这里啦，不要去啦，不要往下丢啊，这里啦，过去嘛。有烤鸡的，烤鸡的手啦，烤鸡的手。这里，这里，走啦，越拉越远，越拉越远，走啦，这里。这里，啊、这里，走来来，太小太小啊！我以为他可以上面的，不要分辨这边。我是被抬起来的，我根本没破地板。破地板，你的手脚都被抓起来了。哦，有了。大妈又来了，大妈又来，坏习惯。大妈来，大妈开始抢先了。特价，有特价，特价5折，我还不走回来。哇，烤鸡到了！哇，超好喜欢你们过来，你们会昏倒，超伤大门。真假的？我觉得我在前面看着，自己看前面。我要在前面看着你们。太可怕了！起点在哪里、啊？哇塞，这是遗迹哦！哇塞。哇塞！我以为这外面是不能走的。哦，这可以走是不是。我来了！小姐姐，好哟！你先。好，我先。燕子，大妈被哎、欸，大妈卡住了，你们快走！快走！有人卡住机关了。哎、欸，不要！哎、欸，松手。啊！我放。哇，这是怎样？
啊！我抓错了。那左右走吗？嗯，这可以走啊！跳过头了。我这边是什么、啊？等下是那块石头要搬过来吗？还是什么？应该是吧。那石头搬得动吗？有办法这样跳吗？搬着跳怎么可能？会很累啦。这个踩到它会移动哎、欸。好像是双手举起来、啊、他被卡住了我的头那就看一下要有人牺牲去卡住了大妈要检定是你了可以可以可以小雨带我来到这带我飞被太空人回来了大家跳的时候被抓回来